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是 SEO 的特点你知道吗？你懂 SEO 吗？说到 SEO， 有些人可能懵懵懂懂，知道的不会太多。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来讲一下 SEO 特点啊。关于 SEO 的特点，小张总结了三点：一、稳定点；二、近乎零成本；三、长效性。网站组成你知道多少？网站组成物理概念、域名、空间、虚拟主机、网页文件。网站组成性能三大模块：前台、后台、数据库。数据库是由多个二维表组成，二维表定义由横行属性与间列字段组成的信息表格，即为二维表。搜索引擎营销等于 SEO 优化加 PPC 竞价广告。搜索热力图谱也叫尼尔森 F 型法则。你了解搜索引擎多元化吗？一、搜索网站多元化。微博、社交网站、电商网站、垂直搜索、直接输入、输入法即时通信。三、搜索过程多元化。键盘、语音、拍照、扫描。四、搜索端口多元化。 GC 搜索、移动搜索。 SEO 网站内容原来是这样。 SEO 网站内容、网站结构、网站外链。内容：优质的文案。写法：总分写作结构。素材：同行网站、公司信息资料、网上行业资料、线下的杂志与报刊。营销植入：文字植入、链接植入、链接反馈、电话回访、页面客服咨询。纯原创文案：合理的内容连接、完善的内容顺序。自主纯原创：全部信息由自己进行编写。链接形式：多以超链接毛文本为表现形式，链接不影响整体内容的完整性。叙事顺序、逻辑顺序。注：你记住了吗？转发给你身边做 SEO 的人吧。有没有成本更低、更快速度完成 Google 排名推广的办法呢？答案是有的。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，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，在同等长尾词条件下，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。有很多朋友会说，拍视频的成本太高，海量生成不现实，所以今天推荐一款 SEO 神器给大家 ,Cat Video。采用 AI 引擎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，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，帮你捕获精准客户。